动力火车一连两天在台北小巨蛋重启，都是因为爱世界巡回演唱会第四度攻蛋，嘉宾当然都要找来最强的。第一天先是天王林俊杰在台上还拿出自备的荧光棒，真是太可爱了。而第二天告五人也来啦，五个人在台上合唱中消东路走九遍，画面实在是太经典了。而除了嘉宾之外，动力火车也有许多好友来朝圣，不过几乎每次都来的 Selina 这次竟然缺席了。他应该不是啦，他对对，有可能就是他怀孕嘛，他不方便，对，应该是这个原因啊。然后我们那个爆破那么大声，那可能就不小心就对就有什么意外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来好了。关心一下他最近的状况吗？我们对，我最近有碰到他，我最近有碰到他的男朋友了。哦，我碰到，所以有跟他聊天，所以他应该有带去。把我的这个祝福也带去给 Selina 这样。